水洗棉柔软舒适，如果洗涤不正确会褪色变形。棉纤维材质的衣服，耐碱性不耐酸性，普通洗衣粉跟洗衣精就可以了。棉质衣物比较适合冷水洗，将深色及浅色的衣服分开来处理。冷水洗衣服可以减少褪色的问题，保持原来的色泽。棉质衣物也可以使用烘衣机的低温烘干，不可超过温度48度，以防变形或缩水。晒衣服时尽量将衣服拉平，衣物的反面朝向外面，部分染料对日光的照射很敏感，过度的阳光曝晒容易褪色，导致衣服色差。特别是深色系列的衣服建议反面晒。生活中不断反复思考什么是温柔的文字，温柔的对待，或是当一个温柔的人，温柔的贴近彼此，成为更好的模样。你不像回忆的斑驳，褪色的离去，在生活中成为更好的伴侣，就像你不曾改变一样。 Queen Sha 基本素面原理短袖水洗棉 T 恤，生命中任何人都能成为这样的模样。